再让我们第18届外交地带也南韩上了。巴拉圭是我们在南美洲唯一的友邦，在这个比台湾大10倍的土地上，只有700万的人口，还超过1400万头牛，是个牛比人还多的地方。同时，它也是世界上距离台湾最遥远的国家之一。它就在巴拉圭，开始了我一年的浑水摸鱼的日子。为什么会说是浑水摸鱼的日子呢？因为我是一名水产一男，每天喂鱼、搬鱼、看鱼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就是混在水里面摸鱼的日子啊。巴拉圭是一个内陆国，所有的鱼类呢，只能透过巴拉圭和还有巴拉纳河两条河流来进行提供。他们最主要的经济鱼种呢，是有索拉佐、法库跟鼠利。很可惜，在近年河川开发还有过度捕捞的情况下，他们的捕获量已经下降超过50%以上。为了确保资源永续，在巴拉圭政府的请托下呢，国会还有农牧部在2011年开始了两国的技术合作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完成了法库还有吉拉比亚的鱼苗繁养的技术转移。现在当地养殖户已经可以自行生产这两种鱼苗。工作主要是协助鸭嘴鱼苗繁养计划进行。鼠利是巴拉圭人民最喜欢的一种鱼类。那在新计划的签约仪式上面呢，我更是邀请到了总统阿布罗先生亲自来见证。那总统在参观的时候呢，举起走龙这个画面，更是在昨天登上了各大报章媒体，可以见到巴拉圭人民对此计划的期待。本计划提供有4大目标：第一个是开发1亿的鱼苗繁养的技术；第二个是我们要在4年内生产20万个鱼苗作为示范；第三个我们是要培训技术人员，让建立整个养殖的体系；第四个，我们要将这个技术移转给当地的养殖户，让他们在每年夏天河川禁捕期的时候呢，仍有养殖的鼠鹿币可以享用。2019年1月10日，一只刚抓回来的母鱼突然就排卵，杀了我们措手不及。好在人工繁殖的过程很顺利，各个步骤都有赶上，我们得到了第一批受精卵。在台湾没有繁殖鼠鹿币的经验可供参考，第一次尝试就能够成功，真的很幸运。然而，更辛苦的还在后头。由于没有任何经验，所以照顾鱼苗的过程真的是跌跌撞撞。这段期间，我负责每2个小时记录胚胎的发育状况一次，让下一次的繁殖能有个参考。同时，为确保水质，还要进行清洁，在破壳之后还要加入喂食的步骤，这工作量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在大家没日没夜的工作，共同努力2个礼拜后，我们终于出产了第一批鱼苗。看了这一只只的小鱼苗，真的有一种小孩出生的感动。也为我们在计划第一年就有所突破而感到很兴奋。很多平常的生活吧，巴拉圭牛肉是超级无敌便宜，大概1公斤150到200块左右。像这样子的骰子牛，大概只要台币300左右。那也是因为一个人住，所以你的厨艺呢会大会大幅大幅的提升。空闲的时候呢，其实会参加多很多活动，像是钓鱼啊。通常我会跑去跟当地的篮球俱乐部打篮球，农场偶尔会打排球，最好呢是跟朋友去看足球，那个整个场面非常非常的嗨。偶尔呢，朋友会邀请我一起参加他们的派对，这是蛮开心的。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还是会有点想家。驻外服役的这一年，真的给我的人生带来很大的转变。我从一个都市的死小孩，学习成为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、独立生活的人，也学会了西班牙文，这个世界上第三多人口使用的语言。那跟巴拉圭人一起生活，融入他们的文化，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经验。那非常感谢国会有这个机会，让我在巴拉圭混水摸鱼这么久。然后最后要谢谢在台湾给我支持的家人还有朋友们。